苹果。柯文哲向全国县市首长还在发敬老金，就是买票 https://gl.q83gvm 台北市长柯文哲取消重阳敬老礼金，曾自称让他民调重挫 15%, 北市议会蓝绿员多次联署要求恢复发放，但柯仍不从。柯文哲今早再次强调，发放重阳敬老礼金是不对的政策，但台湾每个县市都在发，那是直接买票，讨好选民。柯也坦言宜在这里对他非常不利，但这不利因素将会逼迫他解决老人福利系统，是否将有专案健全老福系统。北市府今早举办首长策立营，为明年拼连任找方向与共识。柯文哲表示，理想与现实要如何取舍，他的态度是维持理想，但做最小且必要的妥协。柯举例，他认为发放重阳敬老礼金是不对的，若明年恢复，现在拼连任大概可以很安然，但这是不对的。柯文哲说，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在发重阳敬老礼金，那是直接买票，直接讨好选民，若他做政治退却，对选举非常方便而有利，但现在宜在这里对他非常不利。但柯说，不利因素逼迫他解决老人福利系统，是否也将成立专案小组解决此议题。https://tw.阿普尔多利。科姆纽雷尔德摩1243420/2011718 http://i 古尔科姆 fkeylv7pn。 在座的各位都是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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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诚实豆沙包，本来就是了一堆死老人买票赞成柯批失言都可以开演场了，这地图炮有点微，要不然你选总统立法禁止发好了，发这个真的就是在讨好老人啊，哈哈。诚实丁丁，原来苹果是柯黑，叽叽思咪达，又用标题杀人了长照二，领你赶嘴，一堆长辈都骂得要死。 XDD 以后会进化变成发退休金，就是买票太诚实了，拉华人就是太讲情，过年政治人物发红包重阳敬老金有坚持很好啊，这不推不行，也是其他县市年龄分布的问题啊。南部就真的老人票偏多啊，苹果表示。台湾人就是这么容易洗脑，带带风向即可，不过你会不会被老人反扑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就是在买票 XD。 但柯批这样讲究制度，但北市的老人福利系统真的有很好吗？发这种根本没意义，且预算会一直膨胀，老人很有钱了就不要再拿了，让给年轻人吧。台北市选民相对年轻，当然不用去做这种发老人福利的事群潮。仇恨拉好拉满，老人不拿到钱会生气了，投资未来40老伯拜托你选总统，但是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政府应该要好好照顾他们。国民党议员聪明的话，就拿这句话问陈菊立委，明代跑红白场的陋习也该遏止了。好啦，把所有老人补助都取消掉最好好吗？乡民都不会变老，政客就跟你说发钱表达敬意啊，那你劳工节怎么不发来尊敬我？垃圾狗民党时代的买票早该取消，当下负债状况是否还要再发敬老金？预算从何而来？地图炮太狂了，一直幻想老人都久
二都很有钱，到底是哪招啊？有困难的老人不会因为这个改善，有钱人也不差这一点。台北市老人比例最多，阿赞因为年轻人赖在北中部不回去投票，变成老人决定未来，晚点一堆首长生气气，不尊重老人，不给老人尊严。台北市有钱老人福利比较好啊。 KMT 遗毒啊，觉得对就去做，很好，但真的没必要这样处处树敌。敬老金低收入户还是有发啊，其他人没拿这1500会饿死吗？老人真的一堆，今天有钱的也都是老人。哎呦，失言了，推科批推，这本来就是买票政策，实话罢推，坚持到底。反观把钱用来帮助需要的老人，而不是开地图炮通通有，而且会觉得树敌，就是因为跟大家不一样。其他人就不能拿别人来挡了。一年一次，对于需要的人真的注意有限。台北补助幼儿，外县市有吗？推军公教退休人员要尊严，我们辛苦打拼劳工朋友也要尊严啊。实话实说，老人票就是好买。肥草报表示，你有得买吗？推事实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买票，台湾政治文化就是你有我也要有，现在有我就加码，反正政府钱。 http://iguer.com/igblhee.jpg 幼儿补助就不是买票了，真的是低能。而政治买票55科批就是狂，一打全部。然后看到隔壁丁守中那篇，我真的会笑死。干，但其实老人超不爽钱被砍，讲到这事个个都是咬牙切齿。事实啊，一堆老人都超有钱，不排富根本脑残。科黑又在逻辑混乱错误类比了重阳敬老金才多少钱，说买票也太好笑了吧。 KMT 总要敬老尊贤吧，确实拿新生儿跟老人比，科黑水准自己没做的事就是别人错吗？幼儿有投票权摸，科批眼里看不到弱势老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多数老人是不缺钱啊，但有额外进账谁不开心啊。中肯推超过20块看起来跟买票有 87% 向弱势老人要发的理由应该是弱势而不是老人。也对啦，你们科家三代不穷，永远不会有亲身经历的经验。另外扯幼儿补助的是不知道少子化吗？老人变多选择发敬，若是老人有补助还有长照计划，重阳礼金全部都发不一样老金，一个因应少子化发敬老金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要打几个科。问逆科总统若是还是有照给啊，要黑也要做功课。现在科黑还有什么话说？买票55老人都很单纯的，有钱就好，关怀若是老人要有，当官不能讲实话啊。咦，当兵也是当然要发啊，比年轻人好满足多了。全盘考虑的政策该补助的是若是不是老人就该补助好吗？置产房东谁不老给小孩可以养活一个人，给老人能干嘛？虚的不生在那边耍白痴。若是就申请，若是不是老人全发支持。买票的人呛说乡民不会变老，不想想年轻人都领不到，有差吗？自己没发钱要给给弱势就好了，发给月收入屌虐年轻人的老人干嘛？幼儿补助是你读私幼才有加码，根本不是齐头，是平等，别被党工敬老礼金1500不是买票，但微博15块那就是买票了。低收入户是继续发哦，还三小亲身经历，乱酸只显得自己无知。幼儿是有投票权吗？
智障科黑又在那边为黑而黑了，阿北保重推支持不发贷风向了，降低养育负担，帮助的其实是年轻人太诚实。 XD 现实如果提不出老人政策，只用这种津贴讨好，根本渎职。哇靠，开地图炮了，总统好吗？受狂，钱本来就不应该乱用，失言辣推老人94爽局，你看我干嘛？呵，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场的各位。事实啊，大师兄的概念 XD 不知道其他买票县市首长作何感想。阿北直接放地图炮了，给老人钱真的是变相买票，给有钱的老人有什么意义？盐商又出来失言，拉低收入者要继续发财，对垃圾蓝绿买票最会。各县市首长快出对子对死他呀，赞选总统呛，那是说事实吧，推科黑还在崩溃。事实天龙国承德一中三宝歪哥赵建旭退休爽领 18%， 他在石友特教任老师走后门，说是被逼迫考上高中正式老师特教，名师誉伦却请假3年当薪水小偷，复职当教评委挑同事，他好友杀人一群，啃食台湾年轻人未来的老不死。阿妈工友电属美害死同事，当选优秀员工训导主任。狐狸精黄，原来幼儿长大后还会记得投柯文哲，柯黑逻辑真猛。讨客凶搞小王害男老师离职，全校皆知黑箱校长雅玲遴选搞黑，好笑，自己不也因为取消急于讨好老人乡阶级复制传位搞世袭，还不要脸死不认错，说为学校就没事非杀人黑箱后门拢 OK。退休前校务会议称病缺席，知道自己有病就好较真，遴选诈骗集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有脑残喜憨儿假扮师长，放话要提及名校，有知名校友辅大性侵王不依歪尾灾，见续教育败类。幼儿补助是买票 XDDD， 你别自荐好吗？ XDDDDD 推，那这样失业补助也算买票吗？地图炮发钱最简单，笑死其他县市老人又不像台北市老人大多很有钱。 https://gl8zvmohok 快来虚这篇没错，推低收入有发要讲几次，若是和老人要分开来发，正确做法推不要这么诚实可以吗？噗噗，除了引战转移自己黑箱的焦点外，这废物一无是处，为什么一定要发敬老金？健保给这些老人多少资源了？诚实的市长只能推各种秀，下线拉救援都来了，不意外某几楼真的。哎，阿伯拜托你去选总统，台湾需要你好多靠老人福利生活的啃老来虚弱，要有更完善的福利政策加一推啊，弱势的自然有弱势津贴，一堆有钱到不行的也发誓从一开始护航一立一休，现在被赖清德打脸打到翻过去之后怎样，就把炮火都集中在柯文哲身上，这才是在转移焦点啊，你们这群一无是处的废物，柯黑换个人名变政策买票，就知道这群粉丝的素质在哪了。赞没尊严会森77推柯应该在呛蜜会财团，我最厉害，至少要排富。同一军公教也是 KMT 买票 XDDD 钱发越多越尊敬，科批学着点好吗？其实觉得蛮可惜的，他再怎么坚持也就是8年之后就会恢复。推新闻
少子化不解决，台湾将进入痛苦世代，把钱花在小朋友身上很好，蓝绿那些无脑的都不会思考。虽然小朋友没投票权，但他的爸妈可是有投票权，有养小朋友就知道那些幼儿费用是多可观，台湾世界群嘲都不用撕滴的吗？等那群幼儿有投票权，柯文哲人都不知道在哪了，然后一堆政客只会给老人发钱买票推。反观列雷健，说得好，推大撒币买人心啊，你再多发一点，叫老人站着给你骂，他都感到被尊敬，是呛得好，呛得好，推哈哈哈，在座各位都是废物，笑死你，不发然后狂举办老人活动就不是买票。意思就是丁守中首个证件就是买票，至少人家不会抢到流血，哈哈哈，又失言了。但他没说错，就买票呀，诚实啊，大部分的老人比年轻人有钱，还领啥津贴，有够猛够呛，失业补助又是一个错误类比。去想想这笔钱是从哪来的，中肯年轻人不靠家里，有多少人拿得出头期，推好猛，敬老金改成育儿补助对国家比较有帮助，那推329也发敬青年金好了，阿贝94狂都给你说好了，发幼儿补助也是买票。阿北选总统拉发钱本来就有问题，应该拿去做老人福利安全设施，充实老人生活才是对的，酸总统啊，大师兄四 NI。推阿北又失言，拉光这句话就值得投他了，不懂柯黑在想什么，台湾该做的是不分年龄的扶助弱势，而不是看年龄决定把敬老都补在育儿，多好，少老人多新人，又失言了，全台只有柯批不买票，推拿钱养一堆富老人。恶搞青壮年工作阶级会比较好吗？说出很多政客不敢说的，本来就是买老人票，又说实话了，不管你选什么都会投你，哈哈，尤其是地方议员巴结老人就上了，负债年轻人未来洗洗睡，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花钱要解决什么问题，不然就请柯黑告柯加油，只要撑过2018市长选举，2024总统基本上就是他的了。七年后年轻族群可投票增加约140万人，老人死掉讲幼儿补助不是买票的，幼儿是满20了你。约70到80万人，一来一回就差约200万人。若中间加上修改18岁可以投票的话更好，诚实斗沙包又失言，惹不过鬼岛不太一样，不发也是在乱花，速大家全部老人发个1500解决了什么问题好了，然后政客。在一直嘴什么低薪低生育问题，87推哼呛突破盲肠了，发幼儿补助买幼儿票，照这种制度下去，乡民变老还要缴钱养下一代老人，会森77的柯批大总统要钱不要尊严，笑死，幼儿有投票权吗？而且现在天天吵生育率还在拿，又推啊，又失言，拉 XDDDR 救援柯黑水准不过如此，发明敬老金的人也真是人才，老人要的不是钱，是美元福，尊美元福，演美元福，危险哦，杀了一堆老人的父母。美元福，美元福，美元福。同意支持柯批选总统波浪符，推柯批每天讲干话任务又达成了，诚实豆沙包吃太多辣，本来就是敬老要给钱，根本不是敬老，超撒盐地图炮，本来就是买票，你无感是因为你不是老人，不是受益者，郑文灿抖了一下。
中肯给推支持党工这些错误逻辑就不要再拿出来让人看笑话了好吗？拜托你出来选总统，拜托拜托。所以要办活动让老年人抢成一团跌倒受伤吗？全面开战，柯P说的真的是事实。诚实豆沙包吃太多，推人家老人要的不是钱是尊严，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福利才是重点，重点也不是资源不给老人，而是发钱就是无效福利。 XDD 台肯，这真的要推不发没有比较伟大，把长照系统弄好比较重要，光发钱老人越来越多，只会越发越多，让穷人有钱，不是直接发钱给他好吗？科配套蛮实际的，的确是买票啊，众选会根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眶。税金发红包给老人本来就是错的，短视尽力的买票政策明眼人都知，那如果以后推行全民基本收入也算是买票咯。哈哈，的确阿伯刚结束高雄副本还不过瘾，另开全地图副本。我说在座各位都是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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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啊，不然敬老金有什么必要性跟法源依据吗？同意弱势本身就有途径补助了，发这个真的浪费美元。福中肯大推，最好是有人会因为1500过比较好这样纳税干嘛？白痴推是啊，认同波浪福，波浪福推太有种了，敬老金直接挪给生育辅助才是对的好吗？推赞成不推不行，空头言八英格，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哪个再敢说要恢复的就是他妈的垃圾超狂。但是我喜欢，结果敬老活动搞得人仰马翻，台肯耶斯老人七 PUPU 诚实给推推一堆酒。二老人超有钱的，不排富说不过去，呵呵，砍敬老金但没实际作为啊，说要老人共餐，可是名额超少，然后还征求地方赞助研发金，全民跟特定族群获益目的不一样啊，某楼脑袋打结哦。赞同，如果15块钱为博士买票，直接发钱1000块以上是啥？所以为了证明自己不买老人票，敬老活动才乱七八糟嘛。虽然很中肯，但是听在其他人耳朵里应该很不爽。 XD 只是很奇，这种话真的也只有柯 M 敢说，其他县市首长说了肯定没有掌声。怪敬老金也不是完全没发，低收入的还是有，怎么好像都没写是啊？那降建商囤房豪宅税是什么？用一推出张嘴当然没有用啊，全台只有他真的敢推。呵呵，又在乱虚了，到底在发什么超级大实话？ XDD 超级政治不正确，这不推不行，那又叫补助2500，麻烦也不必了，直接给我们高利用的机构设一堆没脑再扯弱势。是就好虚文，我也是笑笑得说出我的真心话，给推一个打全部，太威了。如果低收入还砍，那已经不是作秀，是逼人去死好吗？推当然要发啊，资进党都跟劳工宣战了，怎么可能继续得罪？本来就是把钱给弱势还比较有意义，不排富全发有够脑残，老人合法买票干多，希望其他首长也能这么坦白，选总统自己补贴老人敬老活动可以，其他人发钱不行，选总统同意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是政客不敢说。
虚文的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惨天龙国有的是钱啊，穷人现世哪这么多钱。天龙国王说的没错，良心市长本来就是约20年前那时候开始的少子化年代，这种地方首长越多越好，懂不懂？敬老尊贤不如了，垃圾不分蓝绿啊，快点入刑法啊，敬老金等于贿选。我说在座的各位都垃圾，我在说政策买到的，喝水差点喷出来。诚实哥倚老卖老的废物太多，信号买票要讨好绝亲，当然这样讲，绝亲都是无父母亲有师长的主流，扯幼儿很怪吧，小朋友又没有选票，何来买票之说？生育对国家有功，给育幼补助是正确的，宅男宅女生不出来，阿伯酸总统啦 XDDD， 台湾年轻人都快被这些三宝老人吃垮，本来就用不到推，所以你妈也被讨好了，爽实话啊。推其实所有补助都是买票，老人都比我有钱，为什么要发什么敬老金？这个地图炮直接发地图炮，你们通通一起上阿伯，苗栗需要你狂事实，一群买票的本来就是没错，强烈科批做好北市长照，借镜塌陷，不然年轻人为了工作丢，老人留乡下，他现也很无力吧，一次玩杀鬼岛政治科批。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买票选总统，小于三推领敬老，那批健保劳保救治最爽的都他们用，以后还有长照事实。不过很多老人就是很在意这爽钱，一年从台北下来中南部一两次就是为了领这笔钱，还到处问村长，本人领太麻烦，要叫玛利亚去盖章，用有感老人政策证明给大家看吧。另外很多人忽略弱势，其实还是有发，要是台湾能多一点科批就好了，一堆小丑米虫狂，我记得他不是也要重启吗？中肯报表真的超有勇气，怎么办？某竹县没发，要洗白了，国家都没钱了，发这个垃圾金就是在伤害社会。中肯也只有他敢讲真话，那是福利吧。波浪符发不出来就别嘴，小于三拜托出来选总统，赞推推啊，爽。幼儿园托育中心亲子馆社教机构，阿北真的是太诚实了，总统稳科黑又要赶快跑出来酸，师父说什么都是对的咯，放屁科粉都能闻，科黑气扑扑，科黑好棒哦，笑他妈说的太好了，阿伯的日常实话拿来做长久的老人福利才是正办实话，阿伯垃圾敬老金干为什么不敬社会新鲜人金？因为没办法透过这几百几千块卖了理智与脑袋啊，年轻人不会出来投票，只能讨好老人，实话实说，推推失言，推文哲晒盐场干选总统拉，推实在尬，中肯诚实无误，青年节怎么没发青年金？老人凭什么事实啊？敬老津贴到底做啥用的？因为尊敬老人所以给钱。台北市要发幼儿补助，最爽的就是私立托育相关业者诚实，不如比照重阳敬老津贴，也别发幼儿津贴，做对的是发钱给年轻人，比较实际。推科你们一起上，我要打蓝绿全部县市首长，因为没一个能打的，重阳节抽奖算吗？垃圾一枚，中肯科大师兄，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你发了就准备选不上，要么都发要么都不发。青年节我他妈也没收到青年礼金，科市长又要选总统了，鲨鱼理论持续使用，一直丢新议题，以为大家就会忘记大剧，但密谈数次国际盐价大跌 https 股
GLKPMNG1 说实话，北市议会蓝绿原多次联署要求恢复发放。大于民智未开这种人不当选就没天理了。有史以来最赞的政治人物，坚持做对的事，推就是买票啊，怕人讲。到底什么时候出来酸总统？台湾快被蓝绿搞烂了，这个阿伯真的会被蓝绿两垃圾联手封杀中肯啊，难怪被蓝绿都讨厌，大推波浪符发个屁敬老金，要不要也来敬童金、敬青年金、敬妇女金，波浪符敬个大头，靠北一堆人要出来崩溃了 XDDDDD。2018开打啦，支持泡死垃圾蓝绿哈哈 哈超感敬老金法的对象才是问题。柯批太诚实了，我们离补助金300万重阳敬老就花150万了，而且高龄化敬老金从谁的口袋出去的？推说育儿补助是买票的脑袋有问题吧，幼儿是有投票权。况且没有小孩，那些老人哪来的养老金？爽酸死那些垃圾蓝绿，爽的都老人推同意小丑，全台首长公敌，这哪叫失言？这明明讲出事实而已。柯批盐田收成啰，讲实话，推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买最多票，推提幼儿补助的是多好笑，一看就是没小孩的，这点倒是支持他，这种事不能讲出来吧，放在心里就好，推推推，坚持就对了，推把敬老金拿去办共餐，对老人更有帮助，期待能有柯批当总统的一天，这只能推了。全台湾的地图炮本来就是直接发钱是最笨的方法，没看过地图炮开这么大的，中肯太中肯，科尔瑟斯唱大了，快逃哦，老人都比年轻人有钱啊，等于以后做志工满20小时才能领养老金，拉我一定投你总统。XXD 若是老人仍有补助啊，不滥发红包本来就对的，大家都知道的是，可以不用这么诚实的说出来啊。阿北就是中肯，推一个科黑崩溃，推推推，之前在发真是个笑话，阿北加油，推科说是买就是买，办活动发奖品就不是买，实话实说啊，反观未成年的福利动算靠背啊，幼儿是有票窝87，推拜托选总统低调，推他真的很狂，的确 RXD 我发过几次，但我不敢说支持，超诚实的只能推了， XD 战役满点，中肯实话，若是还是给啊一堆人无视，科科地图炮出来拉老人才有票，太神拉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施言侠政治太正确，这种就是全台湾大家都知道但不会说的台面下潜规则，爽干别人在做事时，这些科黑就只会唱衰跟抹黑，看看是大运 MG149 全都打脸，笑死爆，推推总统又在撒盐了，支持不推不行。说像这标题会不会太夸张？好啊好啊，真的，那我们税金公然买票，柯文哲看人脸色的能力跟小孩子一样，谁看不出来国王没穿衣服，但是大家都不会捅破啊，干太神啦。选民就喜欢买票的，喜欢跑红白帖的，喜欢官说的，你能怎样？去中南部看看吧，别再用台北看台湾，认同台北市老人超级多好吗？推啊中肯哦哦哦，干赞拉加优，地址符赞同科批。
我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地图炮66666，地图炮66666，推发钱买票，一堆政坛垃圾，推777，花国家的钱买自己的票，呛太凶给虚，没错啊。不过连首都台北老人不发都被这样反弹了。你能想象乡下不发会怎么暴动吗？怕 JPG 不因骗子而肺炎发，老人金确实就是买票直接炮全国，哈哈 哈！老人只会拖累国家，即使有贡献但现在也吃太多太难看了，而且资源也分配不均，老人都比年轻人有钱，怎么青年节不发消费券公然买票无误诚实。是啊，实话，有首长会设门槛吗？排付条款或提高到75岁的人老就可以有津贴的话，很好笑。社福应该是把钱给真正需要的人，赞成推，可悲的是一堆老废物现在及过去没贡献却还有资格领幼儿补助， XDD 拿税金贿选啊。发敬老金表达敬意干嘛？要不要全台湾人都发生日金表达敬意算了，事实推推把那些钱做更完善的长照会更好，诚实推我很诚实认同去投丁守中啊，他会恢复好，戴种爽干你呢，我支持柯的说法跟做法。赞成狗党只会发钱还会做什么？真是不长进，推推科这第一枪开这么久了没有人敢跟上。记者标题杀人，但也是事实拉枪的话，一堆蓝绿都有资深老庄，角四老人比较好拐，蓝绿给他们一点甜头就投票选蓝绿，做得烂44444继续抱怨，下一次又收甜头继续犯贱。有钱发这个不如钱拿去补助低收国小学生营养午餐，老人一年少领那些不痛不痒，推这么诚实，难怪讨厌跟喜欢的民众会这么两极。 XD 如果柯P要酸总统，投票当天就算暴风雨我也会爬过去投他一票。暂时阿推科批勇于说实话，酸总统一定拉身边家人好友投他出来，酸总统了拉靠腰，他真的都在扒别人的皮耶，这样太多妖魔鬼怪活不下去了，呵呵，出来选总统了拉。又失言啦 XDDD 全台湾地图炮推是不去补助偏乡学童，跑去发钱给老人，只因为小学生没有标题。投票全所特鲁诚实豆沙包，柯杯杯一堆老人见钱眼开，你要小心被豆臭。赞成诚实豆沙包开始支持阿伯了，赞成有机 UTS 台北靠北老人一堆干。不懂为什么要让位给老人，路上一堆马路三宝，凭什么要年轻人让位？我同意发钱的确是买票啊，推对的是拜托你选总统，快被垃圾蓝绿气死了。推台北的福利津贴才多给生活有困难的老人就够了。神奇地图炮，我磕粉我骄傲，波浪服老人钱那么多，应该发年轻人年金才对，这么丑时干嘛？对不起，我是说诚实，哈哈，老人退休金领的比辛苦上班的年轻人多，像话吗？一群整天只知道爽的老人，七 PUPU 支持投票权，直到65岁就没有现世会买票。 XD 事实这句真的中肯。一人给2000不如集合起来比较好，利用开地图炮 XDDDDD 诚实老头，我拜托阿北孙总统，阿北舅舅年轻世代，我不想20年后一人养七老人，失言中老人赶快走地图炮等级的。不过我喜欢 XDDD 很正确，
大师兄开示了又施言其他首长要气扑扑了诚实推推行动派的忠孝东路一段公车专用道开拆惹推登山发礼物有比较好吗赞成发幼儿补助还不是父母领去花算买票吗推阿北舅舅年轻世代我不想20年后一人养七老人八八科批发放幼儿补助就似要企图骗无知幼儿投票给他拉一次得罪这么多人看来有好戏看了干嘛这么中肯老废物死要钱赞超过陈定南认证30元都是买票不如拿来改善老人的福利设施我真的快笑死了护航是在平行世界吗阿伯100分竟然不用政府钱买票有点傻观念正确查无不法优良传统发老人津贴买票发育儿津贴不是买票好棒棒不推不行是啊干这样不选总统被做掉要怎么办啦同理可证某市老人做捷运免费小黄补助也是买票看来是想清楚该出来选总统了推跟全国政客宣战拉诚实斗沙包完全说中台湾政客买票事实但他们仍会举着敬老大旗买票。狂暴就是啊台湾人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现成的美元符本来就是与其发钱不如拿去做其他老人福利幼儿补助是为了国家低下的人力不足这也能拿来比智商堪绿地图炮失智列车垃圾老人。不给钱就是烂政府说得好我变老了也不想领这种钱我希望其他福利措施完善一点给不清楚的人老人福利系统真的很好但你要自己去申请中肯推笑死自己取消就掉票再后悔然后嘴别人很多穷苦的老人只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源可以用用市民的税金发敬老金选举就少花很多钱撒币办重阳节登山活动抽奖呢我先推个波浪符反正乡民永远都不会老没差帅推全地图自走炮支持科批拜托其他县市都负债了还想到处发钱楼上科黑的幼儿补助你生给我看啊没意义的发钱只是收买人气推推推科批说的是事实让蓝绿这群妖魔鬼怪现出原形虽然感觉用国家力量收买选票但无法证明老人都投给执政党是大漏洞啊诚实政策好坏也变成自由新政没有评鉴制度只有4年的选票可以决定是败坏根源实话不要说出来太狂记者逻辑等于等于内文跟标题意思差那么多一诚实没错水啦一堆老废物退休明明钱很多还有房还发了推发钱是最省事的做法发完就可以拿来说嘴也不需规划烦恼什么说的没错啊完了虎口夺食前2天才说要收敛今天又开始批发盐 XD 我爸跟我说等我没钱就知道太老实灵灵真的没错诚实你们老了就不要有人关怀全都去死一死就像你们现在做的一样暂靠北又说实话了一堆弱智取消重阳敬老金不代表取消弱势老人辅助好妈妈父母忘了生脑逆取消个敬老金崩溃成叫老人去死一死哈哈 哈老了靠政府你年轻时是多懒撒盐中逐渐发好发满头前吸沙时挖好挖满撒盐落进三小一堆都麻饭桶混吃等死推科批本来就是不然为何没青年津贴青少年津贴
中肯快去火化拉够引真男人，其他县市都在装死他太中肯，由一群过几年就会挂的一群人来决定。没有投票权的下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世代的未来，选票说话，智言常常嘻嘻，新生儿又没有投票权，让他抱，要不要这么成熟帅拉？天啊，这样讲好爽，合理敬老金。如果小孩觉得你值得尊敬，自然会给你，而不是政府拿纳税钱买票用的。开地图兵器了 XD， 真的没有人不能得罪。台湾老人逐年增加，小孩逐年减少，你不要以为花这点钱不会变很多，会认为育儿津贴跟重阳敬老金相同的，科黑，拜托你多用点脑。没票的儿福没人理，少子化又高龄社会，可怜的下一代，每一个候选人都非常注重老人福利，没有例外，群体嘲讽，合法谢谢指教，推赞成不要养老人，应该是靠老人产生我们的就业机会。发养老金就是不需动脑的政策，波浪符中肯博一句话就见血，诚实阿伯阿伯中肯拜托出来酸，总统垃圾不分蓝绿，选举率就知死，台湾老人已经享受够多社福资源，还一堆像吸血鬼一样想吃光抹进嘴脸，恶心至极。诚实推就像发消费券一样，爽一下就没了，还谈尊重乐部分，老不死的根本只想能捞就捞，南投默默中枪，哪任没发过，只有家里没老人拉推老人拿现金，短视尽力政客拿你的税金买票，都快死了发了也浪费钱，能不能发青年津贴啊？妈的，一堆老屁股，年轻世代20年后一人养妻老人，今年出生率鬼岛是世界最低。正义实话实说之言又要撒在信仰垃圾之力的，科黑了中肯啊，可是老人会崩溃，幼儿学费补助是被爸妈不然就是业者拿走好吗？他们难道没选票吗？喜欢科批力求突破，我是科粉，但是批评别人前先把自己看清楚。推440楼给我2500养小孩，不如给我优质幼儿园和食安，请集合这些对于个人杯水车薪的零头补助，变成大款项，去推动公幼和非盈利幼儿园师生比 1.13 分，及普设优质幼儿园支持圣光模式，感动到流眼泪。真的社福和长照的问题又不是那几百块重阳礼金能解决的事情，我只知道台湾生育率越来越低，不把补助用在育儿津贴，用在一个老人化社会并非一定要支出的敬老年金，老人补助也不是没有补助。补助生育是因为台湾生育率低，而且年轻人负担越高，可否请那些科黑告诉我，补助老人加码敬老金要干嘛？认为医疗交通或者什么有问题就直接补助那个啊？为何是一定要选择送钱还加码？还是科黑觉得老人要有尊严，所以就要补助尊严？推推推推推只会说废话，推推推拉这格局就该选总统，少子化老人化的台湾就该停止发放敬老金，赞成这个钱拿来协助有居家照顾需求的人，更实际发敬老金，不如让学童学费杂费书费全免，科批应该是七股盐山山长，这人真诚实，科批加油推 KP 降不行，根本陷其他人不易，推有些很有钱还敢拿吃屎，波跟小布一样垃圾发养老金，都是在选举前，当然是贿赂大推科批科各种屌打科黑。